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乘无量寿经解》第415面。415面倒数第三行经文。假使十方众生习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钟不及一分。这一段念老注解上告诉我们，又名声闻无数，此地我们要明了，不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全部人数，只是声闻往生的，也就是小乘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他们生方便有余土。凡圣同居处里相信人更多，没说设方便土，目犍连呢，神通第一，假令十方众生同居目犍之神通，这就是有目犍连的神通，有目犍连的智慧，用毕生的时间借尽其智力，大家共同来推算极乐世界的声闻，就是这一类往生的人有多少。下面用一个数字来显示，千万分钟不及一分。就是这个这是说十方众生的，不是说极乐世界的。十方众生都像大目犍连一样，而且每个人寿是万亿岁。这是假设的，让他们来推算，能不能知道极乐世界声闻往生的人数？没有法子计算的，千万分之一了，他都达不到。由此可知，数量之多，这才讲声闻中。人天中、菩萨中加上去，那还得了吗？他为什么不说别的举声闻的？声闻往生的少，小乘。就我们这个世间就看得出来，小乘很固执，你跟他讲他不相信。所以往生的少，少数已经是这样子了。那多数的还能计算吗？下面用比喻来说明，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这大海
啊，摄取一毛，假设我们用一根毛，用一根毛，哎呦，一根毛还要把它细微百分，脆如微尘，啊，这一根毛啊，把它劈作一百分，就是百分之一，啊，再把它脆成微尘，以一毛尘，那个微尘沾海一滴。我想这一滴水恐怕我们肉眼都看不见啊，沾水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这两个比，毛尘水跟这个大海的水哪个多啊，这我们都能知道的。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之数啊，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念老在注解里面说，一毛言其微小也，更分为百分，更小了。如微尘呢，那是极小了。在佛法里头，微尘我们肉眼看不见，阿罗汉的天眼能看见，能看见微尘啊，我们肉眼看不见，极小了。以此毛尘所沾之水，比喻所知之数啊，这一些十方众生都神通智慧都像目犍连一样，他们能知道的数字就像毛尘水，他所不知道的如大海水。这是比喻极乐世界的圣众，其数无量啊。啊，我们再看幕后这段，彼佛受量，阿弥陀佛的受量，借助菩萨，你看声闻天人，刚才举的例子只举声闻，没有说菩萨，没有说天人，菩萨跟天人往生是最多的，声闻去往生是最少的，非以算数譬喻之所能知，没有法子计算，也没有法子比喻。极其说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会有之多啊！啊，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居民65亿，这算什么？太少了。他们像大都市，这像乡村呢，啊，地球上不就像乡村一样，不能比啊。啊，幕后这一段，结合主办，啊，总结主办，教主寿命无量。过中一切大众，一皆如佛寿命无量。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娑婆世界一切有情众生，包括动物里头最小的云飞软动，谁不爱惜生命？谁不希望长寿？这桩事情，我相信是人类不分国家、不分种族、不分宗教信仰，每一个人都希求的。
求不得苦啊，八苦里头求不得苦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圆满的得到了，是你真正意想不到啊。那么另外还有个问题，我们这个世界人寿命长好啊，可是他有劳苦啊，劳了之后啊，寿命是很长啊，他的器官衰退了，极乐世界没有劳苦，生老病死统统没有，求不得没有，有求必应，怨憎会没有，你的冤亲债主都不能往生。冤亲债主要去往生的话，是吧？通通都改过自新，都是上善之人，没有怨憎会之苦，没有求不得之苦，没有五阴之身苦，个个都是金刚不坏身。你说这个世界多好啊！再告诉诸位，这个世界我们有份。如果我们没有份，佛在这个地方啊这样的介绍，那就叫吊胃口。说得很好听，我们都得不到。这样的话佛决定不说。佛给我们说的，一定我们可以做到。我们一定能够得到，佛才说。我们才感谢佛陀的教诲，我们明白了，一心一意求生净土，只要一心一意决定得生。我们接着看后面，弥陀大恩大德，微妙难思。念老在此地给我们说出来，待惑往生，惑就是业，业障啊，带着业障去往生，一登彼土啊，便无退转，这多么殊胜的一桩事情。又复寿命无量，故于彼土皆可于一生中补佛位而证即果。补佛位是等觉菩萨，证即果是证到妙觉位。华严经上登峰造极了。换一句话说，菩萨修行这一华严经上说，菩萨的位置51个，最后的佛位总共52个位置，52个位置往生呢，你一定在一生当中能够圆满的成就。如果在他方世界，我们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的世界，他方世界修行修行修行的时间可太长了，长到什么程度？经典里面常常讲的无量劫，时间是用劫来计算的。为什么？因为寿命短，
容易退转。啊，一个生死就是一个大倒退。这一生修得不错啊。啊，修到80岁，修到100岁死了。死了再投胎，你得个人生恐怕也到20岁才能够闻法，才开始修，那当中就断20年了。如果来生得不到人生，其他道上去了，那又不知道耽误多久了。啊，所以在他方世界修行呢，是断断续续，而是断的时间长，续的时间短，不成比例。所以都要无量劫。佛祖诚言，啊，真诚的话，绝不是假话。人生难得，佛法难闻。那想到这个，那问题就可大了。啊，这一生学佛，如果轮回里头再一转，啊，转多久呢？可能转无量劫，啊，才得个人生。啊，得人生闻不到佛法，白来这一趟。这些事情都在我们眼前。我们看看这个世界上，啊，65亿人。几个人在这一生当中啊闻到佛法，修学佛法，啊，56亿人里头，有人给我们做统计调查，啊，这就信仰宗教的人口。一般估计信仰基督教的跟天主教的，啊，这两个合起来大概有21亿他们的信徒，啊，信仰伊斯兰教的有15亿，那这样说去，他们这三个教就36亿了，超过全世界人口半数了。啊，信佛教的估计大概是6-7亿的样子，不多，少数啊。啊，其他的宗教还很多。啊，所以宗教徒合起来之后，决定超过半数以上。啊，那么这就算他们这个估计可靠，那全世界能够信仰宗教的只有6亿人。这6亿人里头，是不是闻到正法？问题可大了。正法里头能不能闻到大乘？能不能闻到净土？一层一层淘汰，到后来就没几个人。啊，我们真正遇到净土的，就像当年李炳南老居士创办的台中莲社，啊，他老人家往生的时候，台中莲社的莲友应该超过50万人。啊，李老师说，莲社同修念佛人真正能往生到极乐世界，
一万人里头大概有三五个，就算五个吧，都吧，就算五个啊，一万人里头五个，十万五十个啊，五十万，五五两百五十个，太少了。太稀有了啊！善导大师告诉我，念佛求生净土是万修万人去，一个都不会差的。那什么原因呢？真念佛，真想往生。正放下了才能去得成啊。念佛人不能往生啊，就跟我前面的比喻一样啊。提壶里头有一滴毒药。啊，自私自利贪嗔痴慢。有那么一点点。就产生严重障碍。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有一些念佛团送往生，我听说，送往生的这些人拼命啊，他不往生，我往生，拼命。那他不往生，我能往生得了吗？往生是往生，到哪里去往生啊？啊，来生到人道是往生，到鬼道也是往生，堕地狱也是往生，这往生到哪里去啊？啊，好像有一点强迫中奖的那个味道。啊，有没有这回事呢？有，不容易。地藏经婆罗门女是个例子，你能不能用像婆罗门女那样的真诚孝敬孝心啊，那也能感动阿弥陀佛，那种真诚孝心啊，回向给亡灵，我们相信可以做得到。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呀。啊，如果没有这样真诚孝心呢，一般送往生是不可能的。啊，一般送往生。决定要他自己有善根福德，自己没有善根福德是决定不能得生。啊，不是今生的善根福德因缘呢，一定也是续世的，过去生当中曾经修过这个法门，善根很深厚，烦恼习气很深，把善根盖覆住，啊，这种大孝感动，啊，帮助他消业。啊，业障消了，他续世的善根起来了，凭这个。啊，如果不是凭这个，这讲不通啊。啊，所以这些我们都想多想想，搞清楚、搞明白了，自己要把自己这一生往生的障碍，一定要拔除掉。啊，这一生呢，决定要成就。啊，这个机缘实在是太殊胜了，太难得了。啊，遇到怎能不抓紧呢？
什么事情都是小事。文经念佛是大事啊，《法华经》上所说的佛唯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什么大事？帮助众生在这一生当中念佛生净土成佛道，这就是大事因缘。此途既多退远，又以寿命不过百年，故末法中亿万人修道含义得到。啊，我们这个地球上退远太多了，顺境生贪爱，不念佛了；逆境生怨恨，啊，也把佛忘掉了。啊，寿命又不长，超过百岁的人太少太少。啊，四五十岁走的人很多很多啊！啊，所以世尊末法中，我们现在是末法，末法一万年，已经过去1000多年了。啊，还有9000年。啊，末法里面亿万人修行，难得有一个得到，啊，难得有一个成就的，啊，亿万人难得有一个成就，这个话是真话，不是假话。又往生论记云：正觉阿弥陀，法王善住持。我们在前面也念过，佛寿无量，教化之众无量，所教人民皆同不处菩萨，故云善住持也。这把善住持一一说出来了，真善，真不简单呐！啊，那善住持这个善，到底指的是什么？这一段经文里头有教化同不处菩萨，这才叫善住持啊。就好比父母教儿女，给他选择最好的学校，选择最好的老师，他在学年当中一定可以拿到博士学位。
这叫善教啊。这不是容易事情啊。啊，这是大师因缘。诸佛菩萨住在世间，都是以专业、终身教师的身份出现在世间。啊，他的天职就是讲经教学。劝善归故。啊，引导行人。啊，行人就是学习佛法的这些人。同归净土啊，这叫真正善住持啊。啊，自己以身作则，做出榜样给大家看。啊，释迦牟尼佛就是最好的典型，最好的榜样。又记云：如来净化众，正觉化化身。啊，执彼啊，彼佛会众。阿弥陀佛，大会里面的大众。介于弥陀国土清净莲花众生，不是像他方世界胎生、卵生、色生、化生，不是的。啊，胎卵色生都不干净的。严重的染污啊！啊，只有化身没有。啊，西方极乐世界莲花化身，莲花代表净土。啊，出污泥而不染。啊，极乐世界七宝池里头的莲花，池底不是泥沙，池底是金沙。啊，土地都是珍宝，没有泥沙，真清净啊，纯清净。为什么？心净则国土净。阿弥陀佛的心清净，感得的净土，待业往生的人虽然不清净，他那句佛号有力量，能把烦恼习气扶住。就能往生，虽有烦恼习气，只要它不起作用，不发作，啊，扶住了，那个清心暂时清净，这个清净跟西方极乐世界清净相应，
啊，所以你就能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啊，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你那个烦恼习气永远不会发作，时间久了自然就化掉了，就没有了。啊，这是阿弥陀佛帮助一切众生断烦恼证菩提的妙法了，妙极了。啊，这是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的。啊，十方刹土真的要靠自己。啊，西方极乐世界，同居土、方便土，完全靠阿弥陀佛。啊，只有十报土，那是靠自己的。啊，那是什么？一般讲地上菩萨去往生啊，华严原教里面讲初住以上他们去往生的靠自力了，到达西方极乐世界那没到，佛来接引，佛光照照你，就把你自己修学功夫提升了一倍。啊，你证得的是初住，弥陀来接引一照你，可能你就到了二住三住去了，马上就提升。所以三贤的菩萨啊，我们讲别教分别执着放下了，分别执着习气也断了啊，他是什么地方的人呢？四圣法界里面的菩萨佛这个地方，这个地位的时候，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光一照，就把他提升到初住了。没到极乐世界，他已经提升到初住了。弥陀威神的加持，不可思议。我们这一部经，每天你念一遍，就是一次阿弥陀佛加持你；你念两遍，两次阿弥陀佛加持你；你一天能从头到尾念十遍，叫阿弥陀佛加持你十次；一天十次加持。我想一般讲三年一千天呢，你得到一万次的加持，你不成佛谁成佛啊？我们常讲的啊，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啊，
你真的以真诚恭敬心，一天无量寿经念十遍，三年，你的心就换过来了，你的心真的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确实是你的心。啊，你心里面呢，阿弥陀佛熟了，其他的东西呢，你都放下了，生疏了。正是古大德所说的“熟处转生了，生处转熟了”。啊，烦恼习气纵然没有断，你肯定是凡圣同居土上辈往生，你不在中下。上辈往生生死自在啊。但这个意思是想什么时候去就什么时候去。随时可以去，随处可以去，得大自在。啊，借从如来智慧清净海身，一皆皆从弥陀自心中生也。弥陀的智慧海就是弥陀心啊，弥陀的真心。实在讲，也就是自己的真心呐、啊，啊，真心是一不是二，啊，众生跟佛是一个真心，啊，妄心就不一样了，他是佛心，你是凡夫心，啊，真心是一样的，是故。彼国人民平等如佛，寿命一切无量，一生不处，不处是等觉，菩萨最高的位置。啊，《华严经》列菩萨51个阶级，这是最高的。可知极乐主办悉皆庄严。功德成就，啊，这个地方的可知，在我们来讲，应该要知道，要认知。啊，极乐世界的主老师，教主，伴菩萨。从人天到等觉，从形象上看，都跟阿弥陀佛差不多，很相似啊。这是阿弥陀佛的功德成就，也是自己功德成就。因为我们跟一切诸佛如来同一个自性，同一个离体，啊，诸佛怜悯一切众生，叫同体大悲，啊，设法界里头的一真庄严。
跟佛同体，同一个自性清净圆明体。我们在望经还原观里面学到了，这一篇我们就学到此地。我们再看下面第十四篇，宝书周边。十四品到十七品，这个四品经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的物质环境，我们喜欢书，十方世界众生好像都喜欢书啊，极乐世界不例外。首先介绍宝书，本品重现极乐国土啊仪宝庄严。这重现是细数，前面是略数，详细给我们介绍。七宝行数，周边其国，此诸宝数合一宝度成，合多宝共成，数界整齐庄严，光色殊妙，随风奏乐，音调和雅。这是还没读这个经文念老先把这个品题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世间的书植物木本花草是草本，是我们娑婆中世界众生所感得的这一点一定要明了外面境界是随着我们心变的境随心转极乐世界为什么这么好这么好，极乐世界的人心纯净纯善我们的心染污，我们的心不善，纵然善心里头夹杂不善所以我们感得的暴土就是我们现在居住这个样子居住这个样子，我们所感得的这个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全都是不善业所感得的。我们自己要知道那我心清净呢？这个外面这个环境清不清净？能清净。那没有改变呢？没改变，你不受污染，你的心是清净，是平等，是觉而不迷。那个外面是大众共业所感的，我跟他不共业共中有不共，不共当中有共这把事实真相讲清楚了，讲明白了是不是真是这样
佛菩萨真正修行有功夫的人，悲怜这个世界，到这个世间上来教化众生，众生不接受，众生排斥毁谤，这个事情很多很多啊。佛在经典里面常说，啊，佛菩萨用什么办法呢？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有没有度众生的念头呢？没有。有度众生念头，他已经起心动念，他是凡夫，他不是佛菩萨。啊，记住，佛菩萨永远没有起心动念。啊，众生感恩佛菩萨只是应，是反应。啊，你用善心感，佛以善心教你；你用恶心感，佛如如不动。啊，这个不动啊，就像每一个朝代里面所讲的隐居了。啊，他在这个世界找一个清净环境，独善其身。啊，教几个有缘人。啊，教一个算一个。教几个有缘人。啊，这是我们在历史上每一个朝代都看到的。啊，古来这些高僧大德、祖师大德。一个人教几个人的，传几个人的，有传一个，传两个，传四五个，就很多了。慧能大师传了43个，最多的了。那过去历史上没有，慧能大师以后也没有。啊，传这么多的。啊，在净土中往生的就多了。啊，最初东晋时代，啊，慧远大师在江西庐山建一个念佛堂，啊，东宁念佛堂，123个人个个成就。啊，这是无比殊胜的。我们知道念佛往生都成佛了啊，明心见性，看他生不生净土，他生净土那个快，他要不生净土都在华藏世界啊，清净卢舍那佛啊，到最后还是会被文殊普贤导归极乐啊，到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学习啊，这经上讲的很清楚啊，华严法华都这个说法。这个一生成就遇到善知识，这个缘不可思议。啊，你在善知识会下能开悟，这也不容易。无足忍和尚一生弘法教学，途中几千人呢。一个开悟的都没有，包括神秀大师没开悟啊，啊，碰到一个慧能，他开悟了，
啊，能大师来做他的传人。禅宗的法门没断呐、啊！那么今天佛教大小乘里头，法脉一代一代传下去，没断。啊，你是哪个老师传下来的？可是没开悟啊！啊，这就像世间法里头，啊，你家的祖先啊，这生了你，你也不错。你的儿孙都很多，世世代代，一直到今天，啊，家谱一展开，哦，人丁兴旺，没有一个圣人，啊，没有一个在社会上是建功立业的人，啊，都是一些普通人，这不算成就，啊，中国古大德讲。不孝有三，无后有大。这个无后不是说你子孙多、人口多，不是的。你子孙当中有没有成就的人？啊，德行的成就、事业的成就、学问的成就，啊，是讲这些的。如果有一个，这叫传人。啊，这叫有后啊！传承你家的家道、家学、家业，这个重要啊！那么现在的佛门，如果从这个角度上去看，佛法就衰了，佛法没有了。啊，沉船到今天，啊，我们的上一代还像个样子，沉船净土宗的。啊，下联句没关系，啊，印光大师所传的，李炳南老居士，啊，李炳南老居士同学不少，都是印度的学生。但是真正成就，一生教学，对社会、对国家做出了真诚的贡献，那是李老居士。啊，天台地贤法师之后啊，啊，有宝经，有坛虚，啊，他们之后就不行了，没有人能赶上老师，啊，坛老的学生我认识很多，啊，多半都已经过世了。啊，其他各个宗派没听说。啊，所以我学佛的时候，
方东美先生就非常坦诚地告诉我，佛法是真好，可是学的人太少了。许多出家人疏忽了。出家这个老一代不重视教学，对经典的学习不重视。佛门重视什么？重视法会，重视金蝉佛寺。这不是我们的佛教啊，这完全变质了。无量寿经从头到尾没跟你讲总法会，没有说打佛七，世尊当年在世天天教学啊，修行修行在个人，那是你自己的事情。老师讲清楚讲明白了，你也听懂了，怎么修你自己知道。修行总的来说改心呐，把六道轮回的心改成菩提心就行了，这发菩提心嘛。六道轮回心是妄心，菩提心是真心。心改了，行为当然就改了。行为自然符合戒律。毛病习气少了，人自然就定得住了，不再浮躁了，定久了，智慧就开了。这是修行的一个一般原则、原理。现在不讲究这些。念形式也不是真的，所以社会乱了。我们居住这个地球，灾难这么频繁，这么严重，我们现在晓得，这个物质环境是随念头转的，念头不善嘛，环境怎么会好呢？西方极乐世界环境这样的美好，主要的就是人心好，纯净纯善。尤其是每一个人都把阿弥陀佛的大愿大行清净功德了都变成自己的，那么换句话，极乐世界是什么世界？无量无边的大众，个个都是小阿弥陀佛，那简直就是阿弥陀佛的世界嘛！阿弥陀佛很会教，教的学生呢就跟他一样。
我们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解事实真相，我们也就学会了。我们能够学到少分，一定就法喜充满。感到什么呢？无量的幸福。啊，在现前这个世界，灾难频繁，你快乐无比。啊，你对于点点滴滴，啊，现象因果，你都通达明了。啊，怎么会不快乐呢？啊，众生苦那是业报，你很清楚。啊，什么样的业感什么样的果报，是自然的。啊，苦果没有人给你设计。啊，纵然是恶鬼地狱，也不是设计出来。啊，地狱里面，地狱实在讲无量无边的。啊，为什么呢？恶念无量无边，恶念使我所感到的就是地狱，所以地狱无量无边的。啊，经典上所说的。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那个时候的地狱。啊，现在有没有说到有？不多。啊，讲当时的多。啊，预言以后的这个讲的少。我们要懂得，但是原理原则都说出来。恶念无量无边，善念也无量无边。啊，那么天堂也无量无边的。这是《还原观》上所说的，畜生无尽。坛经所说的，能生万法。他们有一定千变万化了，随着念头在转变了。极乐世界人心清净，它是定的，心是定的，所以感的这个世界，我们一般称它做一真法界。啊，真是什么？它不变。为什么不变？它心不变，纯净纯善，没有一丝毫不善夹杂在里头。阿弥陀佛，真会教啊！方法妙极了啊！依报宝树庄严，七宝不是七种，七代表圆满啊！弥陀经上用七表法。七这个从哪里来的呢？四方，东南西北四方，上下这就是六方了，六了，加上当中就是七了。
啊，所以它是代表圆满。啊，什么叫圆满？成就就是圆满。所以经上讲这个七日，一二三四五六，这是定的。是确定的，而其呢是不确定的。你哪一天念成功了，哪一天就圆满。所以其他不是一定，它是代表圆满。啊，我们看到许许多多人念佛三年成就了，那三年就叫其，叫圆满。啊，一年圆满，其就是一年；两年圆满，其就是两年。啊，所以其不是个定数。一生几十年念佛圆满，也叫其。啊，所以其宝，无量无边珍宝。啊，形成的宝树啊！啊，为什么叫行树？这个树是自然生长的，没有人设计，没有人去栽培它，自然的。啊，它的行列非常整齐。比设计的还要完美啊！为什么性德是圆满的？是圆满性德里面所流露的啊！树有多少呢？周边其果，极乐世界的国土没有边际的。真正是古人所谓其大无外，其小无内，妙极了啊！宝树周边其果啊，此诸宝树，这下面给我们留一介绍，或一宝独成啊，比如说黄金，这个树纯金成的，根是金，干也是金，枝条也是金，啊，树叶花果全是黄金，啊，一宝成，或是多宝共成，啊，共作多宝共作，啊，就是杂宝。啊，许许多多珍宝啊，成就的树皆珍奇庄严啊，这所谓成行树嘛，啊，一行一行排列非常珍奇啊，光色殊妙，宝放光。啊，自然放光，不靠外面。我们这个世界的光，一定要有阳光，没有阳光自己不能放光。啊，阳光照射反射出来，啊，也有很多不同的颜色，啊，反射光。啊，像现在有很多灯饰啊，是用水晶啊，这个水晶片大小不一样，吊着很好看，光照的时候从不同角度发不同颜色的光啊，也很好看啊。那么西方世界呢，它这个珍宝自然放光。
一真都放光。啊，每个人身体放光。啊，头顶有圆光。啊，树木花草、大地没有一样不放光。所以极乐世界不需要日月。光明世界。啊，光色殊妙，殊是特殊，啊，特别的美妙。随风左右，啊，西方世界有风，没有飓风，啊，没有会伤害人的风，都是和睦的风，和风啊。清风啊，没大风啊，龙卷风等等台风啊，西方极乐世界完全没有。啊，如果有，佛一定会介绍。啊，这里通通没有。啊，和风。那么风吹树叶，树叶都是无量珍宝成就的。树叶跟树叶相碰，它就出声音，就像风铃一样。啊，风铃只能够生美妙的音声，也能够相当于交响乐，但是不能说法。哦，它这个地方音声会说法，这不可思议。啊，音调和雅，啊，树会说法，不但会说法，树妙极了。十方世界的形象啊，就像电视一样，反映在树里面。你从树里面可以看到十方诸佛刹土。啊，就好像我们今天是资讯的传播，它有这种功能。此即第四十无量色数愿之成就。啊，这是吧？极乐世界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啊，这个地方呢，说出来。啊，是阿弥陀佛在因地里头曾经发过这个愿，啊，无量色数愿，啊，今天成佛，自然就有这些现象，这现象从心想生，因地时候的心想，果报现前的时候真出现了。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看下面一段，啊，这里面给我们讲树之枝。彼如来国就是极乐世界。多诸宝树啊，或纯金树、纯银树、啊、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于宝。这就是讲的一宝。在极乐世界居住环境随心所欲，
心想事成啊，不需要去营造啊，不需要去设计，没有一样不称心如意啊，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啊，七宝刚才说了无量宝，转供或者根金枝干啊，此地讲的金，我们一般称的本啊，本就是这一棵树啊，这树生啊，从这里再生生枝啊，或者生干啊，干生枝，枝生条，条生梢，梢生叶。啊，此宝所成，啊，花叶果实呢，他宝化作，这就是众宝所成，美不胜收啊！啊，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这个身就是本，我们讲根本啊，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这是举个例子啊，类似这种例子的众宝合成的这个宝树，无量无边的啊！佛说法为我们举的例子，这些珍宝我们这个世间有啊，我们能体会。如果说出来我们这个世间没有的，那说就没有意义了。说什么我们不懂。没见过也没听说过啊，所以总就我们能够理解的能够体会的，佛举这个例子，实际上我们没见过的没听说过的太多太多了啊，到极乐世界你全看到了。这样的学习环境到哪里去找啊？这到极乐世界简直去享受的嘛，是真的不是假的。可是极乐世界的人身心清净，无我无人无众生无寿者，在凡圣同居图里头，《金刚经》讲的破四相啊，全都做到了啊！所以，对于这个境界有没有贪念？没有就跟我们现在对树木花草是一样的啊，但是世间确实有不少人喜欢树木花草啊，他用心去培养啊，要花很多时间去照顾，这都是习气，爱花了啊，爱到极处，你就要知道，你将来死了就是花生。
你爱树呢，很喜欢它，死了以后就变成树神。啊，极乐世界虽然赏心悦目，啊，你可以欣赏它，绝对没有一些这个控制、占有、喜爱的念头，不会，不会升起这个，因为他们这个分别执着都尽断了。啊，纵然待业往生，还有这些分别执着习气，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全都消掉了。啊，何况阿弥陀佛天天给你讲经说法，你看到是假的，不是真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在极乐世界，这两句话管用。啊，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通通管用。啊，真正的境界是常寂光，常寂光里头什么都没有。啊，三种现象了不可得。啊，自然现象没有，精神现象没有，物质现象没有，那才叫真正的大自在，得大圆满。啊，这个世界是化身菩萨的世界，常寂光里面的诸佛如来，到十报图里面去应身。啊，那个现的是发生了，教化发生菩萨，啊，发生菩萨无时无明习气没断，所以报土。方便土、同居土，你到了你就看了，天天看到那是讲经教学、上课，啊，分享，乐此不疲呀。啊，每一天每个人都有个能力，啊，设法无量无边的资讯，你通通能收到。资讯虽然那么多，你清清楚楚，啊，一点不杂，一点不乱，啊，十方世界的资讯，啊，有缘的众生有感，你立刻就有应，啊，真能找不到啊，生生世世。无量劫来，你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你全都看到了，不是一时，生生世世的。啊，你的朋友，你的同学，啊，与你有缘的人，啊，这个缘有善缘，有恶缘，非常复杂，全看到了。啊，到这个时候，你是一片真诚，一片慈悲。啊，看到这些人需要帮助的，你可以同时帮助他们。啊，同时，你能够分无量无边身。啊，到西方极乐世界，你的智慧、神通、道理，可以说跟阿弥陀佛相仿佛啊！这是阿弥陀佛慈悲加持给你的啊，他不加持，没这个能力啊，他加持你
啊，让你自信你这些能力都能够透出来。这个能力是你自己本来有的。啊，后面还有一句，富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我们看黄念老的注解，水晶与我们现在常讲的水晶是相同的啊，梵语玻璃啊，玻璃这是音译的，又作玻璃啊，玻璃是现代化学成品啊，古时候没有玻璃，古时候有水晶啊，所以佛经里面讲的玻璃就是水晶啊，有紫色、白色、红色啊，这个碧色、翠绿色啊，像翡翠那种绿色，成碧色啊，四色琉璃。是梵语啊，华严青色宝啊，此宝青色，一切众宝皆不能坏，体见色影，世间稀有，故名为宝啊。有人说啊，过去有些大德讲佛经上讲的这个琉璃，就是我们所讲的翡翠啊，绿色的玉很名贵啊，这个价值很高啊，极乐世界的大地它不是泥土，它就是琉璃，琉璃为地啊，我们现在说翡翠很稀奇，很少啊，西方极乐世界整个大地都是的啊，一点都不稀奇了啊，到极乐世界这些珍珠玛瑙太多了，没人要那湖泊玛瑙，业界世间珍宝啊，总之七宝，借机事无勉强为欲，这句话很重要。西方世界任何一种宝，我们都无法想象真正是不可思议我们没见过，换一句话说也没听过，无论听什么人说的时候，我们都无法体会啊。这个地方是释迦牟尼佛善巧方便，用我们世间生珍宝啊来做个比喻啊，实则极乐一切万物，世界微妙其力，超于十方啊，其真是此着世之所。
啊，我们这个世界认为是名贵珍宝，啊，实在讲，这是无着卧室里面这些东西啊，拿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地方不收啊，那你这是染污，是勒索啊，他怎么能要你这个东西？那这个东西一进口，就把他东西破坏掉了。所以一定要晓得，我们这个地方的珍宝从哪里来的？从阿赖耶里面变现出来的呀。阿赖耶是染污啊，阿赖耶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啊，西方极乐世界一真庄严是自信流露的啊，它里头没有阿赖耶，有阿赖耶就有变，它就有变化。啊，阿赖耶能变吗？所以设法界没有离开阿赖耶啊，设法界里头包括六道刹那变化，永远不停啊，就跟念头一样，前念灭，后念生，念念不相同，我们也就懂得了，能念如是，所念肯定也如是。啊，所念的是精神现象、物质现象，所以精神现象跟物质现象是假的。啊，是假的，所以才无常，刹那不住。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想到弥勒菩萨跟世尊的对话。世尊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我们凡人世间，心里头起个念头。”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多少细念，有多少念，有几相，有几时，你看，像什么物质现象，时是精神现象，科学家叫信息啊，我们心里才动一个念头，我们不知道啊。啊，弥勒菩萨举例一弹指，大概我们动一个念头就像一弹指一样，一念。啊，这一念里头有多少细念？32亿8000年。啊，我单位是百千，32亿乘8000。百千是100000啊，我们中国人讲320亿20兆啊，320兆啊，这一弹指啊，就是说我们感觉到有一个念头，实际上是320兆个细念组成的。弥勒菩萨说：“念念成现。”每一念都有物质现象，行界有识，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受想行识，五蕴，一念就是一个五蕴啊，色受想行识。观世音菩萨照见五蕴皆空，假的，不是真的。啊，菩萨照见五蕴皆空，那是自然现象。
啊，自性里面三种现象都没有，自然现象没有，啊，精神现象也没有，物质现象是更没有，那叫常寂光。常寂光是本体，啊，哲学里面所讲的宇宙万有的本体，啊，常寂光也叫自性，也叫真如，也叫法性。啊，大乘佛给他名称很多，说这么多名称，这里头的用意就是叫我们不要执着。啊，你执着名字相错误了。啊，这是佛教学的善巧。啊，你明白就行了。啊，名字是假的，不是真的。所以极乐世界，这只是用这几个字形容，很难体会，没办法说，啊，只能说微妙其理，超于十方，十方诸佛刹土里头没有，啊，我们这个五浊五世这些东西，没法子比。又据往生论，这次宝树显国土庄严中，种种四功德成就。我们前面学过往生论里面讲的十九种一真庄严功德成就，啊，这个对西方极乐世界介绍提供了很多资讯。啊，树是妙宝所成，世界备注珍宝性之谦意，啊，谦树，啊，具备无量无边的真宝性呐、啊，深言之呢，盖显弥陀之性的。一切妙宝啊，皆弥陀性德所本具啊。自性里的本具，就像慧能大师见性的时候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妙啊！啊，是性德自然的流露。性德，人人本具，个个不符。大乘学习的终极目标，就是教我们明心见性。啊，把我们的性德找回来。啊，性德成就的就是极乐世界。啊，可以说是极乐世界是性德圆满的成就。啊，十方诸佛刹土、十宝土，也都是自性成就的。没有极乐世界这样的圆满、这样的殊胜呐！啊，那么再给诸位说。十方世界里面的十法界、六道、三途，
是不是自信成就的？是的，一点都没错。啊，自信里面你掺着有染杂，有染污，有杂念。啊，让自信成就变直了，就变成这个样子了。离开自信，一法不离，没有一法，法法都没有离自信的。啊，我们这个世界就自信里头有迷，有染，有善恶业。啊，或者我们再说整个十法界来讲吧，有觉迷，有染净，有善恶，这就讲得很具体了。啊，四圣法界里面有觉大觉，有觉迷，啊，觉分多，迷少。六凡里面呢，迷多觉少，啊，全迷没有觉是地狱，地狱是完全迷了，啊，一分觉都没有，啊，四圣法界净。心都清净，六凡染污。啊，四圣法界里头没有善恶，因为善恶是染，六凡里头有善恶，所以善三善道，恶是三恶道。啊，这是自信啊，扭曲了。啊，变成这个境界，啊，不管是什么境界，没有离开自信。佛教导我们回归自信了，佛帮助我们回归自信了，阿弥陀佛是帮助我们的，诸佛如来是教啊，阿弥陀佛建造极乐世界是帮助我们。我们向阿弥陀佛学习啊，我们希望做一个阿弥陀佛建立是世界极乐世界，我们有没有办法搞一个极乐村啊？我们先搞一个极乐小村试验一下看啊，真正明白净土，认识净土，啊，发心啊，我们这一生呢，一个方向，一个目标，啊，大家在一起共修，修成净土。每一天学习《无量寿经》四个小时。念阿弥陀佛四个小时，这叫什么呢？定课。我们每天定的课啊，这么简单啊。我们先建一个小村啊，这个里头的居民100户啊，我估计大概200人的样子啊，在澳洲图文巴这个地方建设，土地已经有人奉献了啊，有人供养啊，我们来设计来规划啊，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设计，不需要规划，信得成就的，我们不行，我们没有那个那个功德啊，我们自己来设计来规划啊，我们要报名
啊，报名我们要真正的审核参加。啊，希望这个小村呢，这就有一点像，像极乐世界的这种环境。啊，修学的道场。啊，这个是净土。啊，现在的社会，我们听到很多人说，这个地球上现在只剩了两块净土，纽西兰跟澳洲，其他的全都被染污了。我们在净土里面建一个弥陀净土，啊，我们常年的课程就是无量寿经。啊，一遍学完了，从头再学第二遍；二遍学完了，再学第三遍，永远学下去，一门深入。啊，心定下来。啊，到这个时间，到这个地方来念佛，决定成佛。我相信，我们这个小弥陀村就跟当年慧远大师所建立的东宁念佛堂。效果完全相同。啊，他的道场叫东宁念佛堂，我们今天叫弥陀村。啊，我们这个里面有一个殿堂，啊，就是念佛堂。啊，我们有讲堂。啊，四个小时听经在讲堂，四个小时念佛在念佛堂。啊，我们居住在这里的这个地方人，啊，会有人照顾。啊，我们有个大餐厅，啊，自助餐。我们有一个活动中心，这是公共设施。啊，另外就是疗房。啊，疗房像旅馆一样。啊，每一间疗房啊，也要跟旅馆一起房间应该是差不多大。啊，因为你是常年居住在这个地方。啊，除了卧室。啊，一个小厅，啊，茶水间自己可以烧茶水，啊，至少还得有个小储藏室，啊，外面环境像公园一样，啊，树木花草提供你欣赏，啊，你早晚外面进行散步，那是运动。佛堂里拜佛是运动，啊，希望的时候拜佛也要定在课程里面，每天至少100拜，身心健康啊，啊，自然就长寿了，啊，我们在积极筹划，啊。人家送我们这块地200多英亩，啊，可以使用的面积大概是80亩。啊，地就很大了，很宽敞。啊，是一个在澳洲呢就是老人退休村。啊，我们这个想法，当地的
领导，他很欢喜。他同意我们来建，建这个小净土，建这个小村。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